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咧嚟测试一下呢个录音程式。我哋试下咧开下 Minecraft 睇下会唔会好叻机，定系好顺畅。首先咧，我哋打开《东玩我的世界》盒子，咁喺呢一度咧，我哋等佢捞一捞。因为始终咧录影情况下咧，手机嘅状态咧就唔系几好嘅，咁我哋稍试一阵。而家咧就启动紧个游戏，咁就我就装咗呢个嘅高清模组32×32同埋呢个嘅机模值。我哋嚟测试下画面会唔会真系叻到顶唔顺。而我哋所玩嘅版本系0.10.5，咁我呢度咧就揾咗张建筑嘅地图嚟同大家做一个示范。咁见到啦，而家进入游戏嘅情况咧就稍微有少少叻机，咁但系咧大致上咧都系可以接受嘅范围。咁啊，而家可能个地图需要捞一捞啦。咁我哋等一阵，而家咧就应该系进入游戏，手机进入游戏呢个状态啦。OK， 咁啊，我哋咧就唔会逐一介绍嘅，因为今日咧就主要唔系嚟介绍地图嘅，系嚟测试一下个录影程式会唔会真系话叻机到顶唔顺啊，定系点？好啦，咁我哋喺度退出翻游戏先。咁我哋今次嘅录影测试就暂时到此为止，多谢大家收睇。